掟翻上去先，撐到喎、啊！我們家仲撐到龍舟喎、啊，呢邊大家鬥牙。好嘢嚇、啊，死掠住你先，林樂勤。死掠成功啊！最後分半鐘，對面刮長波上去嘅啦，鬥喊過唔到曾宇恆，呢邊再回敬一頭 ，Jojo。OK，OK。似乎仲想換喎，安達神上仲想換下人嗰只添，希望嘥翻少時間壓下時間喎。哎呀，批到埋去，漏咗啊！有冇越位？冇事喎，比賽繼續嘅喎。錯下錯下先，馬莫沙地留翻埋嚟，啱啱由佢撩翻走咧，就係曾宇恆啊，差唔多出埋虎尾腳咁滯添嘅啦。呢邊再鬧又中咗張希賢，補翻順先啦。馬莫沙地回翻後面少少，再拖埋去。連過你兩關，高比舒懷留地波，呢邊再拖落去，托拉尼亞 OK 攞翻，清人冇錯，清走佢，清咗出去環邊，仲可以換人，五號換十七，張希賢退下火線，整多葉卓文，仲有阿添，周子軒都入埋嚟，嗱我哋就嚟見證到歷史啦！最後少少時間，有補上補啊，可能加七左右啦。加七，最遲加八就點都要吹嘅啦。呢邊葉卓文都入埋嚟，周子軒入埋嚟，換曬啲後防強入嚟先啦。捱埋些少時間啦。呢邊啊，周子軒啊，有非常之型仔嘅髮型啊，就係佢啦。十二號換十四號啊 ，Jesse 余作賢退下火線。好啦，頂埋去，哎呀，入到啊，門將話 OK。夠九十六分鐘㗎啦！我哋盡情咁慶祝啊，可以就嚟大腳啊，送翻上嚟啊，回翻轉頭先。細估唔到啊，今屆亞運男子足球啊，有咁大嘅驚喜，再嚟個長波，頂翻走佢先啦。得唔得？大家鬥快 ，Jojo 鬥贏你嘅，再清翻走，清到上嚟，做安永佳做接應點，對面咧就飛鏟成功先，再 hold 翻上去，托拉尼恩俾到，哎呀，又接得翻，周子軒不到上去，安永佳拖啦，再送去一個無人地帶，俾埋添啊，諗住喂俾 Jordan 噶啦，但阿勤尼遲一步，呢邊門將何新尼。得翻上去，全場完畢，搞掂！香港隊創造歷史，香港隊創造歷史，我哋香港足球第一次進身亞運男子足球嘅最後四強階段。我哋咁多年以嚟從來未試過入四強，我哋之前一掃六十幾年之痒，繼1958年之後進身去八強，但係而家我哋破埋紀錄，唔係平紀錄，係破埋紀錄。掂曬啦！哇，啲後備強都好興奮啊！大家攬埋一嚿啊！香港足球從來未試過踢亞運咁威水啊！咁多年以嚟啊，計埋我哋未出世之前嗰一年代都未入過四強，我哋而家真係入到香港隊爆冷成功，1-0擊敗咗賽前嘅熱門分子伊朗隊，伊朗隊失去了一球。震撼了全球人的消息，但最重要是什么？震撼全球人的消息，安达臣教练也证实了这个消息，香港队真的入了亚运四强，我们真的做得到。曾宇恒揽揽先，谢嘉荣走埋，大家揽揽先啊！我们是很惊喜，没想过真的过到伊朗这一关。喊啦！唉，盡情喊啦，唔好忍啊，謝嘉榮，要喊就喊，呢個時候係需要喊啊！其實，男人哭罷不是罪啊。OK， 好開心啊！哇，張希賢又響度，笑曬口啊！全部安永佳今日冇入波，但係有個頭槌嘅助攻，笠翻埋嚟。咁好多香港球迷而家忍唔住喊啦嚇，我哋忍唔住喊啊，真係已經冇諗過嘅事情，但係我哋真係做到。
最要球員相信自己，守住半場，最後就早階段一個突襲，王浩俊靚長傳，柯永佳靚頭槌二傳，俾翻埋嚟，潘佩英後上一竇搞掂你，一球波就搞掂，恭喜曬香港隊，我哋爆冷成功。運動場係俾人哋去追夢，俾人哋相信一啲不可能發生嘅事情，但我哋真係可以爆冷成功。多謝香港隊全部嘅職球員，同埋多謝衷心支持香港足球發展嘅球迷。我哋又過一關啦！歐亞男子足球四強嘅入場券屬於香港。